好，请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江苏巨能硅业，可以吗？巨能硅业呢，成立于2008年，然后现在呢，拥有主要以漆片和蜡棒，还有生产模组态，为主要产品。然后呢，这是由我们公司呢是由香港华人投资的。对，第一条线呢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地方。它主要呢，它是现在年产能力是500兆吧，每年。对，然后现在我们有60台单晶炉，然后呢有10台资本的限期机，还有12台那个流水生产线。请问我们再介绍一下这次参展的主要产品。我们这次主要的产品呢分为两种，一种呢是多晶156的大的电池板，那么是220瓦的，还有这个是120瓦的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单晶125的，80瓦的和185瓦的两种，主要是我们的主打产品也是这两种。对，那最后再宣传一下公司的联系方式及网址。我们的公司的联系方式电话是05126360733，然后网址是www.winsun-pv.com。